样，就是请到瑞玛担任这次 UTB 的主角。那我觉得我就会想要他来诠释一下现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时尚偶像。那有三位嘛，一位是这个Karl Lagerfeld， 大家最知道老佛爷，然后一位是这个这个 David Bowie， 那另外一位是 James Dean， 就是五零年代的青春偶像。那这三位刚好他们在时尚态度的诠释上都 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要向这三位致敬，然后让瑞玛来演绎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可是因为是致敬，所以并不是 cosplay， 并不是完全 copy 他们的造型，是让那个气氛去诠释，但是有这个瑞玛的灵魂在里面。所以像这个Karl Lagerfeld 的造型啊，我就会用这个黑西装、白衬衫，这个 Tepec 品牌，或者是白衬衫本身就是 Karl Lagerfeld 自己的牌子，对，上面有一个他的 logo。对，然后我觉得穿上去应该会有一种哇，很怀念哦。穿上去瞬间，我觉得就有那个感觉，有点缅怀，对。对，然后呢，当然因为瑞玛还做了一个低马尾，可是我觉得只有低马尾可以再增加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把女人的味道再放进来。然后我们再戴了一个比较大方的墨镜，然后再配上这个来自威尼斯意大利的品牌的球鞋，就是让它有一点点中性的感觉去混搭，这是蛮有意思。
现在这场这个哇青春偶像50年代的这个詹姆斯迪恩，那他呢，如果大家现在男生都会穿牛仔裤啊，501的牛仔裤啊，然后穿一个靴子啊，穿一个白 T 恤啊，这是最重要的。对，然后有詹姆斯迪恩他最爱戴这个手工的 Arnold 的眼镜。那我要跟大家讲，其实白衬衫啊，不是白衬衫，讲错了，白 T 恤配牛仔裤呢，就是从詹姆斯迪恩那个时候开始的。哦，是哦。要不然以前最早其实牛仔裤很多人的概念是比较工人的印象，不是很正规或不是很时尚的单品。Okay. 然后白 T 恤人家也会觉得最早其实是可能那个士兵打仗的时候穿在里面的汗衫， okay. 可是是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到时尚的。只要你有态度，一样时尚。对，这个真的是吗？对，我有时候看到人家穿就简单的很，就是一个短裤，然后一个简单的上衣，走在外面觉得哇，为什么那么 fashion？ 你也是啊，其实你也是。对，我每次看你，我说哇，这么简单的衣服，为什么你可以穿得那么美？真的吗？对，下次你也开一个时尚节目来教教大家。哦，不用。OK， 好，谢谢。谢谢。